盘点神断狄仁杰里的四大美女角色，你最喜欢谁？一，如燕，屈炸炸饰演的如燕，也许没有神探狄仁杰二中江心妍饰演的如燕活泼可爱，但是相比第二部里的如燕，神断狄仁杰里的如燕多了一份稳重成熟和英气，这一点也是江心妍所不及的。如果非要评出一个最漂亮的如燕，小编也只能说各有秋千吧，毕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二，那鲁王妃这个角色第一次出场就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，虽然是个反派，但是对于很多观众来说，想必对他的经历和遭遇也是深感同情。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，可能说的就是他吧。被迫和自己所爱的人分开，嫁给了仇人之后，初恋却被害死，万念俱灰的纳鲁最后选择了自杀，这遭遇真的很让人唏嘘。三，凤凰作为武则天的私人特务机构，那位这个组织在前面三部作品中基本没出过好人，当然曾太例外，但是到了神断狄仁杰，那位却出了个深明大义而又明察秋毫的大格领。这个大格领就是凤凰，他在狄仁杰逃亡的道路上无数次帮助狄仁杰绝境逢生，并且始终相信狄仁杰是被冤枉的，直到最后帮狄仁杰成功翻案。作为那位的统领，说他是最美大格领也不为过。四，武元敏，对于武元敏这个角色，很多观众都说不上喜欢，甚至是感到厌恶，连饰演这个角色的演员渲染也曾直播说，武元敏这个角色就是个二百五，但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。抛开演员本身不说，剧中的武元敏虽然娇生惯养而又蛮不讲理，但是敢爱敢恨的性格却被观众给忽略了。